这个是有一个条件的，还是靠自动的？一般我们以它默认的为基准。默认。默认。默认。那默认它是在哪个地方这样的？因为系统出来的时候，这里你不需要去更改它，不需要去更改它。啊，那这个代码就是不需要。就是它是自动可以调的。也不说它这个这里面肯定你可以进去选的，但是我们这一两个命令也不用去管它，我们只要负责。Говорит то, что вот сверху меню появляется, это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ая настройка, он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в основн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т эта функция правая.
你有一个体验。